而家咧已經係十點十五分，仲有三十分鐘，距離我哋勝利嘅時間好接近，證明奇蹟一次又一次會發現嘅。不如我哋一齊嗌下口號，迎接我哋呢一個好可能會出現嘅勝利，好唔好啊？報大數咁，使報大數字。但係咧個問題，可能佢哋都係數一幾人啫。喂，講真，呢一度我哋成個皇后聚廣場都已經坐到七七八八，有乜可能有一千人？淨得一千人啦，啱唔啱啊？差佬有八百個，我有一千人，好犀利啊！真係。撤回方案。
你總要有個決定嘅。而家財委會後面仲有幾項嘢，仲有個醫院等住救命嘅。咁你晾住曬咧，你已經幾個禮拜㗎啦。咁你始終都要解決。咁既然政府咧就話，就國議員話喂，你唔中意你翻屋企啦。咁你唔好講啊！你若果你人民力量。